台的健康之路节目。前两天有个朋友特别高兴地跟我说，说你知道吗，我戒烟成功了。然后我就觉得特别诧异，因为他戒烟很多年啊都没戒成功。于是我就问我说，哎，这回你是用什么法儿戒成功的呢？他就说啊，他前不久出了一趟国，在国外看上一样东西。这里呢我也给大家看看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来看一下，来看一下，这个呢就是在国外买的香烟。大家看到它的烟盒啊，一打开呢其实就是打开一张嘴，然后这个牙看到上面，哎呀，这个牙龈都已经腐烂了，牙也非常的黑。他看到这张图片之后就觉得特别的恶心，打那之后就再也不想抽烟了。所以我们看到呢，在国际上啊有这样的一个要求，说香烟有害健康的标志必须要占到烟盒的三分之一的面积，来明确的标志说香烟究竟对我们的健康有多大的危害，看清楚了哈。所以呢，今天咱们在节目当中就要来和您说一说香烟究竟对我们身体会带来怎样的危害。一块儿来跟我们进行讨论的呢，来，我们来认识一下，掌声欢迎主持人温雅和魔术师王仲涛，也是新是阳光帅气的何佳博士。大家好，我是何佳。今天我们请到的重量级的专家呢，是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支修义教授，欢迎您支教授。好。在这个吸烟的过程当中啊，您知道吗，会产生4000多种化学物质啊，而在这中间绝大部分应该说都是非常有利有害于我们的身体健康的。咱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来看一下啊，您说抽烟产生的这个物质当中啊，对肺的危害最大的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看啊，是尼古丁，是焦油，还是一氧化碳？我要强调的是，一氧化碳就是在抽烟的过程当中产生的一种化学物质，一种气体。好，我们现场的一共100位的观众啊，大家可以通过手中的选择器呢来表达你们对于这个常识的认识。但是两位来分析一下哈，香烟那么多种有害物质当中，究竟哪一项是对肺的危害最大的？根据我的理解哈，我觉得应该是焦油。焦油，对，为什么？因为尼古丁大家都知道它是有危害的，然后一氧化碳呢，其实也是在空气中产生的一种危害，可能大家听到这个都觉得，哎呀，它可能挺有危害的，就不去抽。但这个焦油吧，就从这个油字，我们人体每天都会吃很多油，所以我觉得这个焦油，大家听到可能对它提防性不会很重，所以其实恰恰它有可能危害是最大的。你觉得呢？你同意他的意见吗？老烟民，我觉得可能也是焦油，因为有的时候你看，比如说我们吃了一些动物的油，它会附在我们的大肠壁上。那么这个焦油，我总是脑中会想象这个焦油附在我们的气管中或者肺里。对，我觉得这个场景很可怕，所以我觉得应该是焦油。好，来咱们听听观众的意见，您的意见是？我认为是尼古丁。尼古丁为什么容易得肺癌？啊，尼古丁容易得肺癌。对。哦，那咱们先来看看啊，现场100位观众对于这个常识的认识究竟如何？看一下调查结果是怎样的。好，100位的观众当中啊，3/4都会认为是焦油对肺的危害是最大的，也有少部分认为是尼古丁和一氧化碳。那么我们支修义教授认为，到底哪一项有害物质对于我们肺的影响是最大的呢？看一下正确答案是焦油，恭喜这77位观众啊。好，所以请把我们23位观众的灯都要灭掉，请灭灯。可是刚才你看我们7号的叔叔和9号的观众都认为那个尼古丁是危害最大的，大家对这个尼古丁也是似乎最熟悉的，为什么不是这个尼古丁呢？这也是这么多年来我们在宣传控烟啊，宣传吸烟有害健康的一个误区。就很多烟民包括烟民的家属都认为尼古丁啊是最有害的。其实呢，尼古丁确实是有害啊，它是一个罪魁祸首，它让我们的烟民呢产生对烟草的依赖程度，而它本身对肺脏没有损害，所以这就是一个误区。说白了就是上瘾，对吗？我们也叫做吸烟会让人产生上瘾，就是因为这尼古丁。药物依赖作用叫成瘾性。难怪好多烟民都说这抽一根烟啊就快乐似神仙，我估计这个尼古丁起了很大的作用啊。焦油进到肺里，
那会是产生什么样的一种可怕的效果？我想我们每一个肺脏都是由最基本的组成单位肺泡组成的，长时间接受这些有害物质啊，就会使我们的肺泡的功能发生质量的变化。本来是一个啊快乐活泼的一个小鸟，如果沾上这么多油啊油污，我想我们以前的电视里看到那些海洋被油污染以后那个海鸟的这种状态，飞也飞不起来啊，飞也飞不动。所以呢，这种长时间的焦油对我们的肺部的影响，就使我们整体啊正常的气管内的一层纤毛组织和肺泡组织的功能呢，就开始去丧失，最终哎导致疾病。哎呦，就是那咱那肺里要是长时间吸烟的话，您那意思都沾上那种黑色的红黄的大油了？对呀，并不夸张啊。我们在日常的临床工作中，看到烟民的肺，跟正常那个不吸烟的肺，两个颜色是完全不一样的。来，那咱们可以结合一个动画让大家来看一下，就是焦油一旦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究竟会发生怎样的一种可怕的现象。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肺的整个收缩舒张的功能啊，顺应性都很好。这是肺泡细胞啊，正常来完成我们的换气功能啊，帮助我们完成新陈代谢。这个摆动的纤毛，它会主动的去阻碍阻挡排出那些吸进来的一些有害物质。我们可以看到，如果长时间吸烟，刚才我们这种肺泡的功能和纤毛的摆动啊，都会受到严重的影响。最后呢，就导致这么一个啊灰黑的肺，这样呢，它的收缩舒张功能啊也会受到影响。如果从我们的呼吸运动而言，它有的病人啊，有的烟民连一个肋间都活动不了。就没有正常的一个肺的就是呼吸作用的这种功能了，是吗？对呀，就受到严重的影响。刚刚咱老师说的，就是那个东西就像一个重重的油污压在我们那个肺泡上面，我估计它就是一直粘稠在上面，就感觉有点像那个抽油烟机，你觉得有点像吧？是，所以我觉得看的挺恐怖的，说实话。那到底就这焦油进到咱肺里之后，能不能就像清理油烟机一样，再通过什么方式给它清理出去？其实我们的肺脏组织有这个自身保护的功能，啊，但是我们的烟民是，说我就抽几根也好，啊，抽几年也好，他关键是还没有清除出去，他又进来了，啊，重度烟民一天能抽两包以上，如果我们把它比喻成肺有一个连的病例，如果你吸烟抽五支，算你饭后一袋烟呢，这肺的功能应该还是很好的，但是目前敌人已经大过了一个营，大过这个团，一天两包以上，啊，这个警卫团、警卫连的话，已经解决不了这些问题了。就我们抵御的速度不及敌人入侵的速度，这就糟糕了，是吧？对的。对。不过刚才有一个备选答案，说这个一氧化碳，我们可能会奇怪，这一氧化碳到底会对我们身体有什么样的影响呢？何佳博士在演示区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试验，让他来告诉您。那实际上一氧化碳对我们的身体来说损害也是非常大的。那么大家呢听说过这样一个词叫做煤气中毒啊，那么就是这样一个原理。我们来给大家打一个比方，这个小火车啊，它就代表我们这个血管里面的这个血红蛋白，它的作用呢主要是一个运输氧气的作用。当我们的肺呼吸到了这个氧气之后呢，它和这个血红蛋白结合，然后呢就可以带着它送到我们身体需要这个氧气的这个器官这里来，然后在这里呢，它氧气啊和二氧化碳做一个交换，把氧气拿给我们的器官，然后呢再把二氧化碳送给这个血红蛋白，再把它送到我们的肺里面，然后通过和肺的这个交换，这个呼吸的作用呢就可以把二氧化碳排除掉了。可是如果这个时候出现了一氧化碳，那是什么样一个后果呢？啊，我们还是来做这样一个比方啊，如果当有氧气和一氧化碳同时存在的时候，那么一氧化碳首先就要和这个血红蛋白结合，它就带着血红蛋白到达了我们的这个组织或者是器官这里。到达了这里之后啊，这个一氧化碳它就和这个血红蛋白结合的非常非常紧密，它就会造成我们的器官缺氧。如果长期的通过吸烟，特别是这样一个封闭的屋子，吸收到了很多的微量的一氧化碳，长期的吸收的话，那么它可能造成什么呢？比如说神经系统的失忆啊，经常头晕头痛啊，
记忆力下降啊，对于这个心血管系统呢，它还可能造成一个让我们的心血管，特别是心脏啊，这个血管的一些细胞容易受到损伤，所以呢，这个一氧化碳的危害也是不容忽视的。好了，小季。好，谢谢何家博士这么形象的来为我们说明了这个问题哈。既然是我们现在已经非常明确这个危害有多大，所以我们肯定是要有所作为来克制这种危害的。那么到底用什么样的方法呢？这样，我们让大家看三张图片。看这个呢，就是咱们就是老人家常用的卷烟丝的方式。然后第二张图片呢，就是现在大家经常会使用的香烟，抽的香烟就是这样的。那我们看第三张图片呢，是在香烟这个后面过滤嘴的部分再外加了一个过滤嘴，哎，所以呢，这三种方式都是现在大家常用的一些吸烟的方式。但我们的问题是，好，您觉得下列哪一种抽烟的方式啊，是能够减少焦油的吸入量呢？是抽卷烟，还是用过滤嘴香烟，就是现在我们经常抽到的这个烟，还是用外加的过滤嘴呢？现场一共有77位观众的灯依然亮着啊，大家可以通过手中的选择器呢来表达你们对于这个常识的认识。好，来在这个过程当中听听两位的意见啊。我认为应该是选第二个过滤嘴香烟。因为现在有很多的烟，它的一些就是过滤嘴上它会加一些活性炭，然后那个活性炭是有吸附作用的，所以说它会吸附很大一部分的烟油在里面，而且你每次抽完烟，你会感觉那个就是烟嘴里面就会发黄，对，所以说它会起到一定的作用。因为我作为女性哈，我可能会觉得是外加过滤嘴会更加的保险，因为外加过滤嘴。刚刚你说到是过滤嘴，它里面会加那个活性炭哈，但是我觉得加一个外加的过滤嘴，感觉就是你通过了那个过滤嘴之后再过一层，就是好像更加的安全。这是双保险。对，双保险，我觉得，所以我觉得外加过滤嘴可能会更加的能减少这焦油的吸入量。那咱们先来看看现场依然亮灯的77位观众啊，他们对这个题的认识究竟如何？看一下调查结果。好，绝大多数的是认为用外加过滤嘴是能够减少焦油的吸入的。好，那么支教授推荐到底哪一种抽烟的方式真的能够减少焦油对我们肺部的伤害呢？广告回来之后再告诉你。欢迎大家回到中央电视台的健康之路节目。我们刚开始知道了焦油附着在肺当中呢，会让我们肺部的功能降低的，而且这个焦油附着时间长的话还出不来，所以咱们就得想想办法了。到底哪种方式能够减少焦油摄入？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是外加过滤嘴。好，恭喜这64位观众，你们对于这个常识的认识是完全正确的。那也就意味着其他13位观众的灯要被灭掉了，请灭灯。好，就是说我们在抽烟的时候是能够看到过滤嘴上有那些焦油的，对吧？那么明确都能看到有焦油了，为什么不是那个过滤嘴香烟这个答案呢？因为现在我们市场所标识的焦油含量呢，它是按照一个用机器啊检测出来的，它通过过滤嘴边上的两排乃至三排的侧孔啊去排放焦油，减少焦油的含量啊。比如这是根香烟，它在过滤嘴上有2到3排的暗孔啊，通过这种正常吸烟，按照机理是呢，应该是我们应该通过吸烟的过程中有些焦油从这儿是排放出去的。那您提到那个滤孔究竟在哪个位置？就过滤嘴它就在过滤嘴的这个，它有放2排的，有放3排的，所以你不管你怎么去吃烟，更多的烟民一吃正好堵住了这个侧孔。那个就是专门排焦油的过滤孔。而且在整个的我们质量监督局在设定你这个烟是低焦油多少含量的时候，它是把这个烟呢放到一个侧孔里边，这边去测量，那测量以后这边谁什么都没堵住嘛，你看这像我们这么测量它的焦油含量，而实际的烟民呢是这么持烟的姿势，所以真正低焦油也没达到低焦油。就咱把那排风扇给关上了，人为的给它关上了，它没起到真正过滤焦油的作用，抽了之后照样的把那个焦油吸进来了。对呀、那可糟糕了。目前就过滤嘴香烟而言，在全球上市接近40年，在中国上市也30年，啊，这30-40年过去了，并没有因为抽过滤嘴的香烟而降低心脑血管疾病发病，降低肺癌的发病，所以我们认为，这种通过低焦油的过滤嘴香烟
啊，这种说吸烟无害健康或减少健康，这是一个骗局。这里我得给大家看一样东西啊，这个呢就是刚才大家在图片上看到的叫外加的过滤嘴，而这个过滤嘴呢是刚刚吸过一支烟、使用过一支烟的这个效果。我把它拔开啊，大家看到了吗？现在就是这个透明的地上也有一些黄黄的焦油，主要的焦油是集中在这里。我用这个卫生纸给大家蘸一下就看到了啊，看清楚了吗？看清楚了吗？黑黑黄黄，就像巧克力酱一样，但我要告诉你的，这个是焦油啊。想到会有这么多的焦油吗？就在一支烟上，而且还没有完全擦干净呢。你看，再擦一下，哎呀，更黏更多。钟涛，你能想象吗？你吸进肺里的都是这些东西，你还在想抽烟吗？而且你闻闻，薇娅，你闻闻这个味道。嗯，这个就是烟民身上的味道，我觉得就是特别的苦，苦臭苦臭的味道，对对吧？也给阿姨待会儿拿上去，你们传着看一眼啊。挺难想象的吧，就一支烟啊就有这么多的焦油。那可能很多人看到这个结果就会问这样一个问题，是不是加了这个外加过滤嘴就可以放心的抽了，焦油就不会进入到我们的身体了呢？那是肯定不会的啊，只是能减少一定的焦油进入肺脏。但是呢，我们知道如果是一个老烟民，他有一很就是几十年的吸烟习惯啊，他如果通过想降低焦油含量来走戒烟道路的话，我们就想它可能会吸得更深。我们现在从国外的信息啊，研究结果告诉，正是由于低焦油，还使更我们肺的肺腺癌要明显上升。它因为吸到更深了，它可以把这种焦油呢直接吸到肺泡里，啊，这是低焦油目前对肺部健康的一个危害的证据。那这不是矛盾的吗？那这怎么办呀？一方面说它能减少这个焦油的吸入量，另一方面说这吸烟的人减少吸入量，他反而抽得更凶了。是啊，这怎么办呀？所以我即使你外加过滤嘴啊，也不是一个健康的选择，还是应该啊有一个戒烟计划，尽快远离烟草。我们都知道这吸烟跟肺癌呢关系是非常密切的，而且现在最新的数字说，肺癌的死亡患者当中有87%啊是由于吸烟和被动吸烟所引起的，而且男性吸烟者当中肺癌的死亡率是不吸烟的8到20倍啊，可怕吧这个数字。而且呢明确显示说，肺癌的发生率跟吸烟的这个支数年数都是有关系的。所以下一个问题大家一定要听好了，来，咱们就来看一看啊，如果要是一天抽一包烟，就是20支一包的话，多久就会成为肺癌的高发人群呢？是10年、20年还是30年？好，咱们现场呢还有60多位观众的灯依然亮着，大家通过手中的选择器呢来发表你们的意见。薇娅，你先分析分析。啊，我刚刚做了一个算术哈。因为我觉得现在好像肺癌的高发人群一般是在50到60这个年纪，那如果算是20多岁开始抽烟的话，这10年和20年都太年轻了，我觉得。嗯，我觉得保险起见，我会选30年，而且可能到30年的话，就是假设20岁开始抽，那50多岁正好是身体免疫力比较差的一个年龄段，所以这个时候可能肺的功能啊什么的也会减低，所以我觉得应该这个30年是比较合适的，合适的，这必须要是一个长期日积月累的过程，那危害才会发挥出来。是，好，嗯，钟涛呢，你的意见同意他的说法吗？应该也是30年，我比较同意他的观点，因为据我看到的，就有好多老人家自己卷烟抽，抽的每天乐呵呵的那种，对他，就是一般都是这个人群，就是他们的积累的程度比较深了，嗯，所以说你像我这样的，我觉得一时半会儿还发病不了。你是觉得自个儿还有20多年的日子可以抽呢，是吧？您看了这个还不想戒烟吗？其实我都看很多次了，但是。懂吗？对，这个认识和接受还是需要一定的过程。对对对对对，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好，那咱们听听大家有没有不同的意见啊？20年。20年，为什么？他天天那么抽，时间长了，日积月累的，可不就时间长了，20年就差不多。更短一些。
我觉得是十年。十年？为什么？因为他那上面说的是一天一包烟，就很多人就是吸烟的患者的话，他一般都是一天也就是几根或者是半盒那种。你这是说的一天一包吗？嗯，我觉得应该是十年。你觉得二十支这量还是挺大的，十年就可能会导致肺癌的出现了，啊、是吧？一天一包烟，吸烟量已经很大了。哦，我们先来看看六十多位观众他们对于这个题的认识究竟如何，看一下调查结果。有。绝大多数呢是认为十年，短短的十年就会成为肺癌的高发人群。那么支教授认为，到底多少年我们就会从一个健康人变成肺癌的易发人群呢？正确答案是20年。我们要掌声恭喜这18位观众。那其他的这46位观众，很抱歉，你们对这个题的认识是有误区的。20年呢？教授，怎么时间会这么快？我没想到哎。但是我们要问一下，20年这个结果究竟是如何得来的？咱们是有实验、有数据来支持这个结果吗？对，我们把每天吸烟的支数乘上他吸烟的年数，如果大于400，我们把这些烟民啊就列为一个肺癌的高危人群。我们把这个400也列为一个肺癌的吸烟指数。嗯。所以呢，刚才的前提是呢，每天吸烟20支，对，然后是多少年？所以按照目前国际肺癌研究协会和我们一些专家和一些研究中心得到的数据，我们把肺癌指数定成400以上。那这样的话，如果你每天吸烟一包20支，啊，抽烟大于20年，您就进入了这个吸烟的高危人群。那钟涛，你想不想知道自己到底，哎呀，还有多少年有可能，如果不戒烟的话，哈，有可能会成为肺癌高发人群？这样吧，有请你到台中间来，我们今天就现场帮你来测算一下。咱们这样，再请两位观众一同上台来哈。我们非常感谢三位来配合我们做这个现场的测试，当然这对你们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啊。这样，三位先把你们每天现在抽烟的支数，包括你们已经抽了多长时间的这个烟龄写在题板上，然后我们待会儿再帮着您做计算，好吗？啊，来，钟涛你先写，支数。你现在每天抽多少啊？16支左右，大概。16支，那你抽了4年对吧？在这儿。对对对对对。那写上4。好，转到这边来。那你把笔递给旁边的这一位女士。啊。来，你每天抽多少支？好的好的。来，好，递给旁边这位先生。嗯。40支。烟龄是。48年了，好，谢谢几位啊。好，那我们就用400做一个基数，做一个基数，是吧？400。那要是考虑他们的这危险年限的话，就用400除以他们的支数。对呀、啊。对吧？那我们看一下，400除以16的话，是将近25。然后这位女士呢是将近50，然后这个是10年。然后要减去他们现在已知的烟龄，对，对吧？要减去，得到的这个结果就是他们离肺癌的这个发病年限还有多少年，还剩多少年，对，是吧？对对。25减14的话是21，21年，30年，这个第二位女士是30年，-38年啊。那第三位先生，您这已经都负数了，负38年啊。来，仲腾，你这样算一算，你现在的年龄如果要再加上21的话，那时候是多少岁？41吗？也就意味着你41就会成为肺癌的高发人群，你听这数害怕吗？41，对，这还有一半呢吗？我才过了一半嘛，这不，这还没感觉呢。嗯，这样，这位女士，你看完这个数字之后有什么，心里有什么感觉？非常害怕，感觉现在有一些表现哈，好像得癌了。啊，先生，您看到你这都已经那个超标了，超的大发了都。怎么办啊？你说。啊。怎么办？你能想象现在自己肺的是什么状态吗？也没看过，也不知道，也没照过。想象不出来是吧？想不出来。啊，这样吧，支教授，咱给他看看，如果要是抽烟抽了这么长时间的话，那肺都变成什么样了？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健康的肺啊，粉红，它不光是粉红色，啊，它的顺应性也很好，收缩呀、舒张啊。我们再看下一个，啊，这就是吸烟10年的肺，啊，它不单单颜色发生了变化，
其实呢，它的顺应性，完成一个呼吸的换气功能也受到了影响。钟涛，你现在就离这还差6年时间，你要再接着抽就变成这样了，看着了吧？看到了。嗯，再往下呢，如果抽的时间再长，好，这是20年，再放往下放。哎，你看我们现在这样的肺，它的颜色，它的肺的顺应性，它的肺泡的换气功能都开始受到严重影响。嗯，所以我倒想提啊，刚才我们这个老同志啊，您是9号、嗯、啊，是负38年，但是呢，您已经列入一个慢性疾病的高发人群，不单单是肺癌的高发人群，心脑血管疾病您同样都是高危人群。所以我给您的建议是什么呢？每年一定要参加健康体检，嗯，特别是要做一个胸部 CT 啊，这样能对我们的肺保健呀，对一些疾病的早期发现啊，能够有更多的帮助。当然我还是劝您啊，尽快戒掉烟草。那咱们就来看看呢，我旁边这位先生每天抽40支，而且已经抽了48年了，他的肺部的功能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你想知道吗，先生？想知道是吧？那这样，我们要让您到何家博士那边，他通过先进的仪器现场就给您做一个测试，好吗？好，谢谢。好，请您到那边，也感谢两位，谢谢。那其实吸烟啊，它肯定会对我们的这个肺啊，刚才我们讲的它会有肺癌的这个危险性非常高。那么除了肺癌，还有一系列的这些肺功能的一些改变。今天在现场我们就来做一个最最初级的肺功能的检测啊，这个肺活量很多人都听说过。这样呢，我们请上来两位观众朋友啊，您好，哎，两位大叔啊，还有刚才我们这位9号的啊，来，来，您要站到这边来，您先来吧。您平时不抽烟啊？不抽烟，这个非常好。然后呢，我要输入一下您的这个资料，啊，您今年多大年纪啊？今年60。60，那就是1951年啊。您身高大约多少啊？1.76米。1.76米。体重呢？体重80公斤。80公斤。哦。好，这个呢，您先把它含住，哎，用嘴唇把它包上，不太正常的用嘴呼吸啊，用嘴呼吸。正常的呼吸，正常的呼吸，哎，对，正常的呼吸就可以了，用嘴呼吸。好，深吸一口气，捏住鼻子，使劲，哎，对，非常好，保持一下，保持一下，保持，马上就好，好，可以了。好，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读数哈。对于这个大叔他这种身材和体型年龄的人来说呢，我们的理想值应该是4.37，啊，他的这个数值呢是3.83。那么相当于是理想值的这里有一个88%，那么超过80%啊，我们都认为是比较不错的啊，还不错，那说明您的这个肺活量还可以啊，还不错。好，那现在呢，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位抽烟抽了有48年的啊这位大叔，看看他怎么样。来，您好，您这个就是因为他们两位的这个身材差不多啊，我们就用这个资料来看了。来，我来用嘴均匀慢慢的呼吸，用嘴呼吸，用嘴呼吸，捏住鼻子。要用嘴呼吸，哎，对对对对，好，平常的呼吸就可以了。好，现在开始深吸一口气，好，吐出来。哎呦，吐够，哎，吐够时间，吐够6秒。好，停。哦，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数值啊，它的肺活量2.49，大家看一看，2.49，而刚才呢，这位大叔是3.83。这两个数值啊差别就非常大了，而且我们看一看，它相当于我们这个理想值4.37，这个2.49就是2.49升啊，它相当于这个4.37的57%。那么说明啊，它的这个肺活量呢已经有一定的损害了，所以刚才一定要听我们专家的这个建议，要该怎么办？谢谢。应该要谢谢，告诉大家要怎么样？少抽戒烟嘛，慢慢来。不对，不是少抽戒烟，就说就两个字，戒烟。真的戒吗？真戒，真戒。是不是真的？真的。电视这一段不掐，这段要播出的，一定要戒。对对对。好，谢谢你们，谢谢谢谢。好，再见。好了，再见。好，谢谢何家。再吸的话怎么办？大家看我这个手势啊，这是通常抽烟者的手势，对吧？但是大家想象一下，这个姿势又像什么呢？像不像一把手枪？对吧？这不光是对自己的身体有危害，而且这把手枪还有可能会威胁到你身边人的健康，尤其是和这些吸烟者共同生活的像女性啊和孩子。所以这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二手烟的问题了。咱们再来看下一个问题啊。
您说这个二手烟的危害比起一手烟来它会怎样呢？大家想一想啊，是弱还是一样还是更严重？好，请通过你们手中的选择器发表意见。温雅，你平时吸二手烟的机会多吗？我跟你说实在是太多了，我是二手烟危害最大的一个受害者。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圈内很多的导演还有我们的制片，其实他们都是通宵工作，非常辛苦。而他们在通宵工作的时候就可能经常会借助一些东西来提神，那这个香烟就是他们的首选。那有的时候可能我会走进演播室或者是一些很多电视人都聚集的地方，这个就是烟雾缭绕。那你会在那个环境当中有什么不舒服吗？我觉得首先最不舒服的就是这个气味很刺鼻，而且会影响到主持人这个喉咙发声。会咳嗽吗？对，会咳嗽。而且我感觉就是如果说身边抽烟的人很多，我会更加容易感冒。不知道为什么，可能这个烟对我们的免疫系统也会有一定的影响，所以我觉得这个二手烟的危害肯定是比一手烟要高很多的。要更严重吗？对，我觉得应该是会更严重。哎，钟涛，你身边有没有人跟你抱怨说，哎，你别让我抽二手烟，会听到吗？我妈经常跟我抱怨。她会怎么跟你说？她会就是她会让我把自己关到厕所里，然后把打开那个换风机，然后自己躲在那里抽。然后当然我们家人肯定不支持我抽烟。其实我也选择更严重。为什么这样选呢？因为就是我们抽烟的人首先自己感觉自身可能有一些抵抗力了，但是那些不抽烟的人他们身上就没有那些抵抗力，所以说我觉得这种伤害，而且它是加入到我们呼吸的那种一氧化碳的，就是可能更多一些，二氧化碳更多一些，可能这种伤害就对他们来说造成的更深一些。所以你也是跟温雅的认同是一样的啊，都是觉得二手烟比一手烟更严重。没错。那我们就来看一看依然亮灯的观众们对这个常识的认识究竟如何，看一下他们的选择结果。好，这个是偏导性的意见啊，大多数人都认为是更严重，只有两位是不一样的看法。好，那我们想看一看了，知秋毅教授究竟认为二手烟和一手烟比起来哪个是更为严重的呢？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告诉你。欢迎大家回到中央电视台的健康记录节目。现在很多人在被迫的吸着二手烟，那么二手烟和一手烟比较起来哪一个效果会更为有危害呢？我们来看一下，知秋毅教授推荐的正确答案是他们的危害是一样的，只有一位观众对这个常识的认识是正确的，其他17位观众，你们面前的灯都要被灭掉了，请灭灯。我们看看究竟哪盏灯依然还亮着，我们看一下。好，我们要掌声恭喜17号观众，你面前的灯依然亮着，你选择对了。其实大多数人都认为是更严重，但是他们的危害却是一样的，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他们危害究竟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其实实际的情况应该是一样的。因为烟草的有害物质啊，包括致癌物质，对烟民和二手烟来讲是一样的。当然了，我们清楚啊，这也是我们宣传的结果啊，说是二手烟比一手烟更严重啊，这种说法也不科学啊，还是应该是烟草的危害是一样的。即使一样，让我们的烟民也应该得到自责，是吧？因为您吸烟，您得到尼古丁的快乐，不管您是助兴也好，交友也好，但是你周围的人没有得到吸烟的好处不说，不管你们有多少个理由啊，吸烟有这样的或那样的好处，而他们所吸收的全是烟草中的有害物质，所以我们也真心的希望，为了您和您的家人啊，尽快啊远离烟草，至少你不要在室内啊公共场所吸烟，也不要在家庭吸烟，让你的家人遭受二手烟的暴露。我觉得听完这个答案之后吧，真的对于我们吸二手烟的人来说太不公平了，对吧？对，我觉得听完支教授的话，我有一点感悟，就是我觉得如果你真的心疼你的家人，还有真心喜欢你的朋友，就真不要再抽烟了，就不仅仅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身边爱自己的人。因为如果说你的一支烟，你自己身体不健康不说，你还连累了他们，我觉得这一点来说真的是你戒烟的最好的理由。对，所以就不能说光跑洗手间去，你知道吗？洗手间是不是如果要有气体附着在那个洗手间物品上，还存在一个三手烟的问题。你听过三手烟这个概念吗？没有吗？三手烟你看，连我们主持人都没有听说过三手烟的概念。你听过？我听过。你简单说说什么是三手烟。
它会那些颗粒就是分子会附着在比如说床单啊、纸巾啊、这些东西上面，然后去用的时候接触到的人，那个就是三手烟。对啊，就像在公共场合沙发呀，或者是出租车司机开车的时候抽烟的话，那个味道就会留在座套上哈。那这种三手烟和一手烟、二手烟比较起来，它的危害有多大呢？当然了，就烟民和二手烟而言，三手烟的健康危害肯定会小一些。嗯啊，但是如果这个重度烟民，他还是个年轻的爸爸啊，他吸烟以后就会在他的身上、头发呀、这个毛衣上啊，和他所谓啊沙发、地毯啊，所谓的屋内装修的一些布料身上面啊，都有这些烟雾的残留。如果是他有一个年轻的青少年的孩子，六七岁，在沙发上爬来爬去，在地毯上爬来爬去，掉在沙发上的地毯上的食品也一样拿起就食用，所以我想在家里有婴幼儿的这种家庭更为突出。因为呢，刚才我们可以看到肺活量啊，它跟年龄啊、性别呀、身高啊、体重啊，我们称为体表面积，这个成正比。越小的孩子，他体表面积越小啊。你同样是一个连的敌人，你小孩他一个班，所以这么多好像很小的一些烟草酒害物质，但对很幼小的孩子危害的很明显。所以我也希望，如果家里面有青少年、婴幼儿啊，你更应该不要在室内吸烟。不是有些父亲说得了，我现在外面吸完烟再回来再抱孩子，其实你身上、头发上全都是这种烟草的残留遗物。嗯，好，非常感谢支教授今天给我们介绍这么多丰富的知识啊。我们发现四道有关于烟草危害的知识过后呢，只有一位观众的灯依然亮着，恭喜十七号成为我们今天的健康达人。烟草应该说是百害而无一利，所以呢真的是要尽早的远离烟草。但您可能会说，真的我不是不想戒烟呀，实在是戒烟太困难了。没关系，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教您一些很好的办法，让您能够有效的把烟戒掉。希望您能够关注我们明天的节目。好，走健康之路，做健康达人，明天见。好，谢谢大家。烟瘾危害人人皆知，可为何就是戒不掉？现在啊也难受的厉害，老想抽。依赖的这种重度烟民，在没有戒烟药的帮助下，戒烟的成功率不到1%。戒烟也要讲究技巧，专家究竟有何高招？推荐给所有烟民，要戒烟要写戒烟日记，成功戒烟一个月以后啊，你可以对自己有个奖励。健康之路，让你和香烟说再见，敬请收看。